无极哥，千言万语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使不出劲儿来，你呢？我也差不多，并无大碍。义父，怎么好像中了十香软金散呢？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啊！这东西只有赵敏有啊。赵敏，我的屠龙刀，刀，屠龙刀，屠龙刀。你答应过我，要替我做三件事，没忘了吧？不敢忘。姑娘有事请讲，我一定去办。现在，我要你答应我做第一件事，我要你陪我去取那把屠龙刀。不，周姑娘，周姑娘，不接。怎么样？他中了十香软金散，而且还中了一掌呢。是他，肯定是他。武进，快来呀！武进，武进，义父，朱二，朱二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死妖女，连珠儿都不放过。母亲，救她，救她！
愿意娶我的，对吗？不，我没骗你，主啊，你是一个真心真意的好姑娘，能够娶你为妻，是我一生的心愿。主啊，等你身子好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件事办理妥当，我们立刻成婚好吗？不，安诺哥，是我真的不可以嫁给你，因为我的心早就给了那个凶恶狠心咬我的丈夫妻了。主，不，安诺哥，不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让这个秘密永远的藏在我们俩的心里。主啊，主啊！算计我的屠龙刀，想不到天下人心险恶，一个小丫头心机竟然那么重。都怪我，义父，我对不起你呀。父亲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看你还是去照顾一下周姑娘，尽快的将珠儿的后事处理好。我恨我心太软，昭明一再对我失敬，我竟不知警惕，还把他当成好人，我真是没用啊。